准备不要钱的面条，上锅蒸熟，起油烧锅，葱姜蒜爆香，放五毛钱买的肉，炒出肥油，加82年的料酒，生抽、老抽、毛油，翻炒上色到豆角，加一铁锹盐，鸡精13香，炒香加水炖10分钟，蒸好的面条调散，放菜里翻拌均匀。如果家里边有条件的话，上锅再蒸10分钟，更入味更好吃。家人们，燕子又来了，每天给大家聊双击是真不好意思，但是没有您的双击，没有您的支持还真不行，请给燕子留个双击吧，就留一个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河南叫整面条，你们那边叫啥？进来的家人们，如果您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的，请双击关注我，每天给大家更新家常美食，感谢。